盐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吕玉林、陈碧涵、王玉敏、杨玉新、蔡其昌、苏清泉等28人，鉴于学生校园产子新闻不断，根据儿福联盟出养儿的调查，卫生署堕胎药的使用人次来看，所以政府必须要正视青少年未婚怀孕所引发的问题。除了堕胎药的影响青少年少女身心的健康，近年多起弃婴甚至弑婴的社会悲剧，甚至学生校园产子所凸显的家庭与学校浑然不知的问题，建请政府筹组跨部会的小组，完整的规划青少年怀孕及青少年父母服务的方案，以提供其必要的心理辅导及协助，改善未婚怀孕的情形，并将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。